Kona 臭氧水龙头采用日本进口特殊铜合金制成，外层百分百镀镍，加上特殊镀膜工法，让整支水龙头防指纹、耐强酸强碱，即使在温泉区使用呢，也经久耐用，保持光亮如新。全机有300多个零件，100%也是台湾组装制作而成，品质严格，非常值得我们放心哦。Kona 水龙头安装会不会很麻烦呢？不会不会哦。Kona 的臭氧水龙头安装非常的简单，直接换掉家中原有的水龙头，接上简易的电源就可以使用了，不用额外的钻孔打洞哦。Kona 臭氧水龙头它不是净水设备，完全没有滤芯，不需要定期更换，只有臭氧的生成电解器呢，它有使用的年限，一般家用的平均寿命呢，可长达5到7年哦。